普天宫，彰化方院，白马寺，普天宫。普天宫的由来，这是400年前咱的祖先从唐山过台湾，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。咱们祖先平手之祖筚路蓝缕开垦，然后方院普天宫奠基至今有300余年，横过3个世纪的方院，咱们这个地方的由来，先是有港，然后再经由商造集市而成，后才有庄。在康熙36年前，1697年，方院此生还汉位，然后在马祖的庇护下成长。千千四万土，交紫堂。在方院普天宫，方院普天宫就在那葡萄旁，后方有一个不壁观音，就是在水泥墙壁建筑里观音，这个观音已经建了20年，来普天宫一定要来。
这里休息研究的地方。中小屋罗姑虾保护区志工或者是研究人员来这里休息研究的地方。就在树立在这里。